哎，这条海鲜街真的好旺啊，很好吃，几乎每一间都是坐满的。双人餐，108，多便宜。哎，这一个街采访了好多明星呢。刚才呢，走那边呢，就是许碧的那个海鲜街了，对不对？然后现在走的是另一头呢，就是水东街这边。那我看看这边啊，灯光还是挺不错的。感觉这条水东街呢，有点像现在的九街，对不对？啊，都变成这种旅游景点了，对不对？这边特别多那些美食，我看看后面，全都是美食来的。哇，哎，这个水东街东门才是真正的热闹啊！哇，那我看看，哇，哎，水东街东门这边呢才是真正的繁荣。哇，那我看看这边。哇，哎，这边才是真正的服务业城呢，多繁荣啊！哇，你真是想不到啊。这里是水东街，对不对？这个时间点，水东街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，对吧？好，那么接下来的话呢，再一次非常感谢我们今天晚上所有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们，你们的陪伴。那么希望鹅城文旅冰放月早去水东，乐享五一主题活动能够给您留下愉快美好的回忆。那么接下来的时间的话呢，我们再一次感谢现场所有亲爱的朋友们，你们的陪伴，我们下次再会。哇，这家诸暨食店，哇，全都排完队了。几点钟现在？哇，哎，有那么好吃吗？这家？哇，这个太多人了。看看这一个也是大排档，这一个什么挺好吃的，全都是煎炸的吧，好吧，很有料蛋，也是大排档，很有料蛋。218，我这个挺黑咖，我还要柠檬茶。我现在走了一圈了，肚子终于饿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坐下来这一家也是大排档这边，来吃下东西，对不对？啊，真的很有大排档的风味这边。哎，现在呢，我就点了一个这个超人气的实惠的套餐。哇，哎，这个柠檬茶上来了哦。哇，哎，试一口这一个柠檬茶，手打柠檬茶。哇，打了起来都有泡了。哇，好解渴。还有这个花甲，图片看起来呢分量很多，其实呢两个人绝对是够吃的啊。花甲，嗯，几好味下喎，咩？辣嘅喎，我觉得唔好辣先噶。我觉得它这个冷的，冻噶，唔系炒嘅咩？应该不是炒的。系咯，唔知，但系嗰张图片好似系炒嘅。不是炒的，它这个是生腌，但是它是熟的。哇，
来这个奶油虾，我来试一下这个奶油海虾，招牌菜。哇，这奶油没再给冲好哦。河虾是我最喜欢吃的虾，对不对？以前小时候家里没人，就去对面市场买一斤的河虾，买10块钱的河虾，然后就过水吃。那时候河虾比那个九节虾便宜多了，比那个基围虾也便宜。可以。哇，蒜蓉蒸扇贝，哇，真是好久没有那么晚出来吃宵夜了，对不对？以前年轻的时候呢，天天呢就11:30就出来啊吃宵夜，吃到2-3点才回家。现在呢10点钟呢就扛不住了，来到我看看这个虾蟹，这个粉丝蒸扇贝。好像这个蒜呢刚刚好，没有那么多。它的寿司呢很好味道。真满，对啊。还有这个香喷喷的炒米粉，试一下这个炒米粉先。白天刚刚我刚也吃了，吃了。那我讲咧，味道都唔会差，只不过咧佢嘢好似博大懵咁样。啲嘢咧唔系好乜嘢咯，我觉得啲汤唔系好乜嘢。汤唔系好靓，嗰个斋菜还可以。可以，斋菜好食咯，系咪？斋菜好食啲。其他冇啦。话先。佢冇咩好影。油炸鬼，油炸。猪油炸。啊，猪油炸。唔好整先啦，唔好整，唔好整，我要录下相。唔使啦，放喺度得啦，你放喺嗰度得啦。哇！最后来一个猪油渣炒青菜，肯定很香。哇！试下这个猪油渣是不是？哇！对。炒青菜一定要用猪油来炒，青菜加猪油渣，哇，一级棒啊！人间美食啊，看吧。我落一嘴。可以，我要继续吃了哈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哈，是不是？哇，真的，大家如果真的是有机会，对不对？放假，对不对？周六周日啊，放假、啊、对不对，都可以来这边惠州的这边这一个水东街这边玩一下。这边呢是不是又有酒店，对吧？又有停车的地方啊，而且又有美食街，而且还有酒吧清吧，对不对？喝了东西，对不对？还有中间这一条街这边呢，全都是那种啊那种街边食物。我挺喜欢这里的。